这题是说哈，这两个气体啊温度一样，那截面积这个比这个大，那他问哈 P 1跟 P 2哪个大？那这怎么做？我们知道这个推力两个是一样的，那这里有什么？这里有压力是大气压力 P 0，也就是说往这边推的哈 P 1 A 1它、啊、会等于往这边推的。 P0A1 加上 F1， 它往这边推的加 P0A2， 它会等于 P2A2，P2A2 它会等于 F5， 它加上呢 P0A2。 好，那现在问题是说，A1 比 A2 大。 所以这一项就比这项大，所以就得到 P 1 A 1 大于 P 2 A 2，所以答案应该选哪里呢？应该选 C。